近日网上曝光了一段郭美美的视频，视频中一名女子因不满郭美美迟到，两人发生争执，现场火药味十足。旁边的一名女子见状急忙起身离开，随后郭美美与对方相互推让，差点打起来，幸亏旁边有人拉开，这才没有导致事态严重。都40分钟了，都40分钟了，没意思，没时间，你干嘛？这段不到40秒的视频中，和郭美美对骂的女子一出场，就有另外一名女子称其为思思姐。思姐，你这头发咋还没长呢？联想近日刚刚上映的《海天盛宴》，郭美美是主演之一，另一名主演兼制片人也叫思思，因此小编猜测这段视频应该是《海天盛宴》拍摄期间发生的事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